熊出没大问答，一、二、三，哇塞，六个问答，八哥，我们先玩哪个？你先选吧。那第一个就熊出没吧。与熊大熊二作对的伐木工是谁？这个我知道，是光头强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。自称国王的是谁？这个好简单，是毛毛呀。错了，选 C。C 是谁呀？ C 是吉吉，吉吉国王，知道不？哦，对对对，那毛毛是谁？熊大熊二都喜欢的一只母熊叫啥？什么时候熊出没也发展爱情故事了？八哥你知道不？我不知道啊，猜一个，是不是叫翠花？哇，八哥居然猜对了，才发现这儿有小熊熊，现在的光头强叫熊大熊二小熊熊。小伙伴们，我考你们一个问题，以前光头强是怎么叫熊大熊二的？哈哈哈，没错，以前光头强喊的是臭狗熊。后来是八哥选的迷你世界大问答。对的对的，这个我可是都知道呢。生存模式第一个任务当然是采集木头啊。看八哥打脸了吧，第一个就答错了。哎，这位兄弟你站错地方了。击败野萌宝，让我看眼题。我去，你还打我，打我是吧？默默，你怎么和他打起来了？快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救救，救救，不要再打了！我跟着八哥选，错了好多。大哥，莫说二哥，两个都差不多。再选一个诗词问答。如果我是高中生，我会倒背如流。但是我现在只会告诉你，我已经大学毕业了。李白有一句诗，我的心可不冷。我的心可不冷。八哥你知道吗？你搁这儿扯犊子呢，这能是一个李白吗？答题，这些都很眼熟，就是记不住。诶，这个下句我知道，我还知道是谁写的，嘿嘿，不愧是我啊！对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什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还不快去学习？作业写完了再来找默默玩吧。那咱们就下次再见啦。